难搞，而且去山上它还绊脚，就是那山上不是树杈多嘛，走两步有的小鹅可就绊倒了，然后有的就翻肚了，人要是不看着就那不就废了。这一片地呀、啊、算是被它霍霍完了。原先这一片地呢不是我们的，完了我们想着往这儿放鹅，那个鹅肯定霍这个地，所以我们把这块地给买了。完了你看现在买了之后呢种的草，完了你看现在这鹅把这地秃噜的都秃噜平了，就都踩瓷实了。完了这草不知道出不出来，我猜八成是不会出来。你看这小鹅我要是多得劲，完了吃着草踏着水，这是主河道，有的小鹅在游泳，有的小鹅在吃草，有的小鹅在边游泳边吃草。看它在扎猛子，这鹅会水性是天生的，你看谁也没教它，它自己就会。这儿又有一波，这小鹅呢现在是在这儿，正好非常的适合。完了再稍微大一些呢，家里的池塘就可以用得着了，这些水就是通往家里的，通往鹅舍那边的。像这两边的草都是可以吃的，有很多药材，还有山野菜、猴腿啊、蕨菜呀、猫爪呀，他们都吃，吃的嘎香。这前边呢都是塔垫子，完了里边有水有草，它可好往里边去。完了它一往后里边去呢，跑太远了叫不回来，每次小鸡都要去塔垫里边赶它。你这是咋了？看都吃到哪儿了？哎我的天呀，都吃到这儿，吃这么远。喂喂喂，走嘞走嘞走嘞，出出出，走嘞走嘞，有食，赶紧走走走走走，走嘞走嘞走嘞，往家赶是吗？行，现在天感觉要下雨了，完了还有风，挺冷的，赶回去吧。你看看又下水了，真是的，赶紧出去，太凉了。出出出，你说山上还有没有了？我找了一圈没有着。今天天特别的凉，虽然天气预报报的是最高温度19度，但是我感觉撑死也就是10度，因为没有太阳，没有太阳完了温度直线下降。大批队伍正在朝您走来，在回家道上吃一会儿，今天算结束了。小吉在中间看着，完了我在这头看着，看这风刮得多大。今天呀还不如昨天的天了，今天天太刺。收拾好了是吧？行，来福起开，来福起开，赶紧回家了，汪汪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汪汪汪汪汪，后边的汪汪跟上了啊，赶紧赶紧，回去回去，就这样就回家了。他们现在自己知道那个进鹅舍里边，这是最后一帮，进窝之后呢就没有了，都已经全部赶进去了，进进进，赶紧汪汪，全都包堆了，你啊，是。我刚才已经豁了一遍了，完了我一会儿再豁了一下，这个要不然它现在都是肉球，那个你压着它一会儿就死了。哎呦，总算安全住了，现在他们都已经睡着了，就是现在啊从一睁眼完了到晚上根本就没有时间，忙死，再坚持一段时间吧，等鹅大一点就好了。你看看。